太小声听不见谁的线上会。凯乐12月11号呢推出了个人最新的音乐 EP， 非常可爱，有一点性感，有点可爱，有点坏坏的泡泡糖。第一首主打歌叫做是《恋爱泡泡糖》，都听过了吗？都会唱了吗？都会跳了吗？不会是不是？好，等一下呢，现场可以马上即刻进行验收。那今天呢，凯乐在上个周末结束了中南部的场次之后呢，今天回到了台北站，希望用他最卖力的演唱，给大家一个最热情如火的周末下午。所以准备好了吗，大家 ？OK 咯，马上就来欢迎我们的 dancer 先定位。哟，哇哟，不会冷吗？是不是啊？对对对，刚刚看到是这种态度，好不好？态度好。刚刚这凯乐稍微他要做一下这个衣服上的配件，稍微整理一下呢，回到舞台前方，先跟 dancer 们拍一张团体的合照。团体合照结束过后呢，再来拍。反以为说这个舞是跟这个韩国的老师，然后泫雅的编舞老师，请他来这个指导嘛，感觉应该难度会很高。但没想到呢，我们这个凯乐也不是省油的灯哦，他这次听说练一下下就练好了，也拍一下下就拍完了 ，MV 也跳一下下啊就 OK 了。所以呢，这一次感觉他已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展了，灰熊厉害。好，那当然呢，等一下呢，这个回到舞台上面，先拍团体上好不好？来，谢谢。OK， 我瞧一下 pose 哈，我先帮你保管一下。好，来，团体照先，团体照先。好，来 ending pose 来一下，这个就是恋爱泡泡糖的态度啦。大家可以注意那个听一下，凯乐说这一次这个在咬字方面真的是下了很多的苦功跟用心。好，来，凯乐跟 dancer 们，我们先看右手边，好吧？右手边先看一下下，对，右手边。然后呢，再慢慢的看向正前方，我们的平面摄影们，还有呢，高台上面有一些。谢谢很多的粉丝来这边的给凯乐加油。再到左手边，麻烦我们的五位视线一致，左手边稍微看一下下。好，左边需要再补一下了吗？还是团体上 OK 了 ？OK 哦。好，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 dancer 们。好，在背板前方，这一次真的是很够注意哦，而且呢，他这个找来很多的艺人好朋友一起来发布那个吹泡泡糖的影片来应援他，也见证这个凯乐的好人缘。好啦，凯乐就各个角度视线扫射一下，而且我刚说，哎，你今天不会冷吗？他说没办法，为了表演给大家最好的，不管怎么样，一定就是要豁出去的啦。腿好长哦。好，正前方麻烦凯乐再看一下下，太可爱了啦，她真的是一个很真性情的女生。好，左手边再给一下下视线，啊，最左边吗？哦，有人在喊说最左边呀，给我一下下，粉丝们谢谢你们哦。好，再回来正前方一下，然后右手边最后给一下下了，右手边。谢谢大家，嗨，凯乐，你好。昨天冬至有没有吃汤圆？啊，没有。啊，没吃哦。因为小时候不吃就不长一岁。可恶！所以你还活在18岁？啊，我们就先跳过这题。跳过年龄这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今天是台北场的线上会，对，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各位。媒体大哥大姐还有现场粉丝大家好，我是凯乐，谢谢你们来，谢谢。所以昨天冬至过后真的温度有降低耶？有耶，因为前几天都一直是很好天气嘛，就不像冬天。对，然后没想到今天醒来的时候Hello，是我侄女耶，真的吗？好可爱哦、喔！没想到今天醒来大雨，下大雨，对，然后就很担心。谢谢你们来哦、喔，辛苦了，感谢大家，所以这个天公也作美了，暂时他不再哭泣了。谢谢，给我们一个不下雨的好天气来进行这个北部的签唱会。对，所以凯乐上个礼拜是这个台中跟高雄，对，今天回到了台北，是自己这样跑了到第三场的话，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我好像在南部比较红哎，喂，南部好像人比较多哎。没关系，
台北今天天气冷，大家睡得晚哦，是吗？对，等一下会慢慢的出现。好好 好。对，但是今天我觉得好紧张哦。你确定那个老板没有来吗？因为他，我记得他不在台北。真的吗？确定哦？护照有盖章哦？我现在比你还紧张哎。他应该都过海关，什么都过了。确定有盖出境章哦？确定啊。我很怕说会不会突然怎么什么什么给我垂降下来，像蜘蛛人一样，好怕哦。我在敲我的冰砖。对呀、啊。所以你看，今天他人不在，我们怎么就没有敲冰雕啦？对，没有没有没有。哎呦，怎么会这样？是墨菲定律哦。对，但不管怎么样啦，这个感谢罗老板的支持，然后感谢粉丝们的加油。对，所以这次这个泡泡糖的 EP 成绩也很好哎。谢谢，表达一下感谢之意。好，谢谢大家能够出到第三张音乐作品，我真的自己也不敢相信。然后谢谢你们一直都在，不论我是什么身份，主持还是歌手，然后。而且现在真的很少人用 CD 放音乐听了，谢谢你们还是用行动来支持我，然后购买我的专辑，今天来我的签唱会，今天会跟你们照相哦，你们那个手机都有电哦，现在这么早应该都还有电，有啦有啦，因为我带很大颗的行动电源，对，所以没问题。所以呢，第一波是刚刚唱跳的恋爱泡泡糖，恋爱泡泡糖，第二波。第二波是唱给另外一半听的，未来的男朋友听的。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是未来的恋人啊。对 ，MV 点击率大概上线一个礼拜左右，已经突破了100万次。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帮我努力的观看。哎，真的耶！所以这首歌在里面真的是很甜美的氛围，然后有唱出那种有小小的饶舌，对，然后有唱出那个对未来另外一半跟他对话的感觉，很甜蜜耶。就是对未来另外一半想说的话都在这首歌里面。所以你自己目前单身中吗？啊，然后我介绍啊，所以我们就是要那个，就是那对妖风妖风，就问一下说，那你的这个择偶条件啊，现在重新开出条件来。好，对，等一下哦，我们在开出团中，我们帮你设定一些范围。哦，真的。对，所以呢，我们请这个道具可以先上来，好不好？道具好，有一个那个未来的恋人啊的这个完美的剪影分身，对他很黑。他是属于来自 Africa 啊，来自于非洲欧郎啊，欧郎。好，然后呢，有一个桌子，上面有一些是我们已经帮你设定好的条件，好，才比较不会那么笼统。没问题。对，所以这边我们就看一下，未来另外一个，对，幽默单眼皮。那我先选第一个是第一条件，顺眼。哦，要顺眼，对啦。不顺眼都没戏唱了，顺眼很重要。对，要有眼缘啦，第一眼好，所以呢要顺眼。顺眼，对，好。就不论它是什么风格的外形，我觉得顺眼非常重要。第一眼一定要先互相觉得哎外形喜欢。第二个条件，身高170。哎呦，身高175，哇，才能够有那个就是最萌身高差，安全感的。哦，安全感，所以174的不行。好啦，可以。好啦，那173.9的可以。OK OK， 我们那个175以上，但上下 range 有加减5公分到10公分都可以。OK OK， 好好好。那第三条线，哎、欸，我觉得这个你不考虑吗？什么？这个，哪个？胸肌会跳动吗？你不想看吗？可是，对呀、啊，我怕他会太就是太醒目，别的女生也会很想要看哦。对，所以好了，这个是我的择偶条件，我的一个好不好？胸肌要会跳动。我觉得会剥虾很贴心。你也没办法自己剥是不是？我可以啦，我也可以帮他剥虾。可如果他主动会帮我剥虾，就觉得怎么这么浪漫的男生贴心？对啊，加分。你又不觉得会剥虾的男生很贴心吗？是吗？那这个对，这个穿情侣装的，我要看看这对。真的穿情侣装？问一下情侣装，你会帮女生剥虾吗？会，很棒。那你分手的话来找我们，好不好？开玩笑，祝你们百年好合啦！开玩笑，好了，笑死了。剥虾啦，这是 bonus 的额外的条件啦。对，那最后一个要好好选哦。我觉得都很好哎，真的耶！会玩狼人杀也不错，是吗？你觉得也不错，因为很聪明呢。一起就一起跟你一起，而且我喜欢聪明的男生哦，要那个对，智商要高。可是会玩狼人杀，感觉就很会骗人。宅哎。还是先比较好，不要是不是？好，那这个呢？有肩膀哦，有肩膀哦，对，好不好？有肩膀，好好好，要有肩膀，可以照顾身边的人。谁没有肩膀啊？请问？
可能被大白鲨。来看一下，就是照顾身边的人、家人、朋友，所以让待在他身边的人觉得很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嘛 ？OK， 所以呢，这就是条件当然很多，不过呢，这是以上四个是这个凯乐先开出来的四大条件。未来的恋人啊，你觉得今天现场有没有人符合这样的条件啊？我看看。好，你看嘛呀？摄影大哥啊，都这些都有家室了，都结婚了是不是？对对对。哇，好吧。但我觉得今天好像有一个人，好像符合条件哎。谁？陈汉典啊。陈汉典有175吗？哎，他没有吗？有啦有啦。那会不会来啊？陈汉典不会啊，因为他最近也在忙他的宣传。我知道，但陈汉典不够顺眼。可以啦，陈汉典很顺眼。哦，可以是不是？可以。好啊，那我们是不是那个今天 Q 出这一位？他听说你要办签唱会，就自告奋勇报名说 OK， 凯乐办签唱会，我要来力挺他。真的假的？是你的好朋友 Whole Friend 啊？是我老板吗？哎，对呀、啊，罗志祥。又是我老板。我们确定他出境了。哦，对对，你确定不在？不在，不在。不是我老板，那是谁啊？Q 出来好不好？好，直接 Q 出来喽！欢迎今天的男友的神秘候选人，欢迎张力昂。嗨，你好，你好，来赛，谢谢你来，不好意思，是不是帅，对不对？哦，现场的朋友们，现场的美女啊，很关键。好，你好，你好，恭喜你，谢谢。好，谢谢这个张力昂来帮凯乐带台，我们先帮两位保管一下麦克风。这个张力昂跟这个条件的人形立牌合照一下，确认有顺眼过关，身高175以上过关，有肩膀会剥虾。好，让这个三位呢先拍一下照，三位呢，然后来跟这个黑人立牌先拍一下照。好，哎呦，张力昂真的耶，今天真的特别来这边帮凯乐站台，太感动了啦。条件立牌，我们等一下会先拿抽条，让两个人先单拍一下下哈。好 ，OK 吗？来，左手边麻烦力昂跟凯乐先看一下下，左手边那位在摇手的摄影大哥。好，然后正前方再请两位看一下下。好，那我们把这个板子先拿掉好不好？来，我们板子先移动。那麻烦这个力昂嘉宾跟凯乐，啊，有这种就是郎才女貌的画面啊，各位，好看养眼。的帅，女的美，好，一样的，请两位就右手方，继续的慢慢视线转向正前方，来正前方看一下下，然后在左手边，张力昂真的吼，这个戏剧很繁忙之余呢，今天也特别来这边帮凯乐泡泡糖的音乐一地来好好的加油一下，好 ，OK， 谢谢，来麦克风交给两位，嗨，力昂你好。谢谢你来，不好意思，我很想来。谢谢。所以大家挺好奇，说，哎，凯乐跟张力昂两个人是怎么样认识的、啊？我们就是他来上娱乐百分百的时候认识的、对，上节目认识。所以在眼中，比如说在凯乐的眼中，觉得张力昂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工作上面很认真、很专业，然后私底下又很贴心的人。对，而且他那时候他就虽然他工作很忙，可是他超级有义气，他就帮我拍那个吹泡泡自拍照，超感人的。真的哦，谢谢你，发文力挺。我特别去买了那个泡泡飞雷口香糖，然后我发现不好，真的不好吹，是不是？然后我后来觉得就是吹出来的泡泡太小，所以我觉得算了，我还是用一个贴图盖住它。就是非常用心，很感动。所以张力昂经过练习之后，发现自己不太会吹泡泡。对。对。但是你会帮女友吹头发吗？有，我有帮女友吹过头发。好浪漫，应该还算贴心。加分呢？那会剥虾子吗？有，我是剥虾出名的。哦，哇塞，剥虾派的吼。有这个排行榜是不是？真的耶。所以他有没有肩膀，凯乐？你觉得？我有两个。有，他有肩膀，真的哦，要摸一下，验收一下，可以摸一下吗？力昂，看有他的粉丝吗？对啊，不好意思哦，可以摸一下肩膀吗？因为你看，要肩膀的意思上是实体是说要有肩膀啦，对。不过隐喻的是说，就是刚刚讲凯乐说的要照顾有肩膀，照顾身边的人，让我们有安全感，对不对？所以力昂，你觉得你完全符合凯乐的择偶条件吗？有吗？自信一点，自信一点。有有，我觉得有。
我今天都报名了，然后也站上来了，是不是？对不对？应该是不会让我就说没有就下去。不然就尴尬了，对不对？蛮幽默的，很有梗哦。那问一下，张令阳符合这个凯乐致未来的恋人的这个条件，那你觉得凯乐是你的类型吗？是你的 type 吗？张令阳，好好说话哦。我觉得是啊。谢谢谢谢。对，因为我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凯乐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节目上，我们在玩游戏，那时候我非常的害羞，然后他就很好，他就会一直，就是让我觉得很暖心，就会一直会照顾我，然后他也会害羞，对，然后我也，他就是边害羞边照顾我。这形容的好奇怪哦。我很忙哦。对对对啊，因为我又是主持人，所以我必须要让我的来宾安心。对。那天陆羽摆的时候，有一个很靠近的一个卡，我就是又好害羞，好看，好靠近哦，可是又要展现我的专业，我就好忙哦。对。但不管怎么让这个张立阳那天上节目感觉到哦，有被 take care 到，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因为你是一个很温暖的女生啦，对不对？所以希望呢，这个借由今天来站台的两个人可以呢更加的熟识。哎，对，张立阳，你也发专辑了嘛？对，对不对？对。然后呢，凯乐的新歌是《致未来的恋人》啊。对。张立阳的歌是《脱单会社》。对。感觉好像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哎。好巧哦。要不然就在一起，在一起。他粉丝很多。哦，你粉丝也不少啊。我觉得我可以教。今天来的不多。我觉得我的那个脱单会社的社长的那个交棒就交到你手上。好哎，好哎，所以呢，希望不管怎么样啦，两个人这个将来在事业上啊、友情上啊、爱情上面都可以有很圆满的一个收场，对不对？要祝贺凯乐，谢谢。那你有带礼物来哈？对，带了一个，还有礼物，对，来，因为我这么好，张立阳因为完全符合那，这是什么？就是给你靠幸福专车，是，对。好可爱，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臂膀给你靠。脱掉啊，跟这个尬一下啊！我可以合成一下就好。好，所以呢，我们先请两位跟这个可爱的张立阳的礼物，给你靠幸福专车，我们先来合照一下，看怎么样的角度比较 OK。中间一点，稍微往，对对对，哦，很强壮。你的人，这样可以吗？好，帮你们保管一下麦克风。好，我们对对，拿出那个男友激励。对，其实那个张立阳可以那个左右放在他自己身上，然后给那个凯乐靠一下。对，张立阳，你可以左右各拿一个吗？就是一种绿巨人浩克的 pose。对对对，然后凯乐你靠在那个，对你靠在他的肩膀上，对，这就是有肩膀的男人，各位，张立阳会努力练到肌肉这么大。小黑姐点名了，等一下我们拍完激励靠枕再来那个哈，男友激励靠枕之后呢，我们希望就是直接靠了，是现场媒体点播，好可爱哦，这个男友激励靠枕我觉得很赞哎，可以作为周边商品来发售，尤其这次在 MV 里面啊，凯乐就是那个可爱的芭比娃娃，今天是碰到了这个真人版的肯尼，一起来合景和一起来合体，好哎那个。走得出去吗？等一下，应该可以吧？媒体画面嘛，哈，好来来，要不然直接靠了啦，要不然你不靠就我靠喽。好来来来，就是那个轻轻hold一下好了啦，对，搭一下肩膀这样子，好，谢谢。当然呢，这个张立阳也发了个人的音乐作品哦，每一首歌都是自己创作的，然后呢，凯乐也推出了个人全新的音乐 EP， 泡泡糖，希望呢大家喜欢。在戏剧上面或是在音乐上面有机会可以合作，很令人期待耶，是未来的恋人啊，跟脱单会社，谢谢。来最后啦，张立阳给那个凯乐的音乐EP祝福一下好不好？祝福凯乐赶快找到未来的恋人，谢谢。然后唱片大卖，好。然后2019年就是更棒，然后健康开心，谢谢，真的谢谢。所以两位要将来在音乐上有可能有合作的机会啊。非常希望啊，就是不管戏剧或者是音乐，或者是一起再上你的节目，或是各种合作，我都非常希望。好啊，那凯。
乐，你要谢谢李阳吗？当然，谢谢你今天来，然后也祝福你唱片大卖，然后事业什么都超级顺利，然后身体很健康，新年快乐。这不是我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repeat 一遍，每个两个字。两位好朋友拥抱一下好不好？来啦，小星星抱一下，谢谢张立阳。人真的很帅气耶，而且第一次有除了老板以外的男生来站台，好开心哦！所以你可以那个许愿啊，我们会那个尽力满足凯乐的那个愿望。好，谢谢。好，所以呢，刚聊了一聊，这个是致未来的恋人啊，要唱一下咯。对，想要喝口水吗？可以吗？可以吗？谢谢。来给凯乐喝个水，喝个水。